第一，谢谢。今年毕业生就是回想他们大一刚进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是社长，然后他们就是像台下许多大一的新生一样，很懵懂，带着一颗期待的心来到吉他社，然后就，好，算了，这样。好，我解释一下，我选这首歌，歌词里说。在一起的时候，所以好好把握每一个时刻。好。